在更新 iOS 3系统后，又有一些朋友找不到小白球了，所以简单拍一段影片跟大家分享。在设定辅助使用触控，辅助触控开启，就能找到小白球了。哦，其实如果你找不到的话，你也可以用 Siri 开启辅助触控。好的，已开启辅助触控。一样能开启小白球。关闭辅助触控。好的，已关闭辅助触控。